大家好，我是小娜，我都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开锅了，今个我要做个蒸饺。这是我上一次回家。我都染味了，不过他包的没有我包的好看。我包的咋了呀？昨天我都看到一条有意思的评论，说俺仨不愧是闺蜜，闺蜜没有一人会做饭。我在学习中，我比他俩都强点。好了，蒸饺差不多了，我歇锅。你快点吧，你这些水。哎，是，蒸汽这是，看着还可以啊，你包着。今儿个赖桌了，今儿个什么干的早不如干的巧啊！我这水平，我都说了，我是咱三个当中最会做饭的一个。向你学习啊，这有点像卖的啊，人家卖的那种沙县小吃那种蒸饺都这种感觉的。嗯，收费。你的朋友小弟儿的对准哪个盘儿？小弟儿站，没有老小的点。来，品尝品尝，一定要站住啊！看着卖相很不错呀，有点酸呐，你没尝鲜吗？没尝啊，是醋的原因吧？吃了真酸呢。醋吧，你说呢？好醋，你说呢？老陈醋。嗯，确实有点酸。咱妈是我肚子好，反正也没吃。放几天了馅儿？好几天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要是肚子不舒服了，你还得给我报销的才行啊！大半夜不吃一碗，吃饭就有酸饺子。然后你过来，我一块吃，要不然我今天吃完了来拉肚子了。对呀、啊，你说这是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啊！你这是不是现在这酸，估计要来跟着吃的，叫我也挺辛苦的。我不知道。哎呀，今个好尴尬呀！你说说，我还到时候我还说怕着再听听了这饺子馅酸了，结果他可能又酸了了，酸就酸吧。你说说，俺同学今个来吃的，他还刚赶上，只能说他太有福气了。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没关系，这个俺俩的关系得罪不了他。等到俺也给他再盘点不算的饺子馅儿，喊他来吃吃。